你知道吗？在我国辽阔而美丽的土地上，遍布着205个自然保护区，跨越700个日夜的记录，超过2000条真实生动的原创红外视频，是对中国大地上野生动物最鲜活的展示，内容珍贵，极为罕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联合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从众多珍贵画面中精心挑选，将于4月16日起通过综合频道《动物世界》《人与自然》栏目、音频导视、央视一套融媒体平台全面发布，带您通过秘境之眼，在自然保护区的绿水青山间探寻野生动物们最真实的生活状态，感受生机勃勃的中国。